家好，我是轩仁，大家还认得出我吗？我现在这个装束是不是很吓人？我现在人刚到菲律宾的马尼拉，因为这里政府的要求，所以一定要戴上这个，除了口罩之外，一定要戴上这个透明的面罩，然后再加上这个帽子。我刚从机场一路走下来，真的是满头大汗，又看不见又听不见，又聋又瞎，而且这个还会起雾，现在赶快把它摘下来，实在是受不了了。我也不知道刚刚讲的话你们有没有听清楚，这头发超级乱，等我一下。今天是我们三月份停飞，然后到后面陆陆续续复飞以来，我第一次在外面过夜，所以心情呢还是有点小激动的。不过这个马尼拉我们在这里layover的时间只有19个小时，去头去尾其实也才13、14个小时啦，然后基本上也就是睡个觉，然后吃个饭就走了。但是现在在这个特殊时期出来layover，还是有很多事情想要跟你们分享一下的。这是我第一次来马尼拉，也是第一次来这个酒店。那我们从头到底把可能我接下来这个14、15个小时会碰到的地方都用这个滴露的湿纸巾擦一下。好了，我现在就差不多擦好了，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几个月到底有没有在飞，有没有工作，到底在做什么呢？其实从三月份停飞以来呢，我就一直在家里休息，对，哪儿都没有去。然后直到我7月份的时候才开始复飞，飞了一班。这个呢是我复飞以来的第7班。前面飞了一些比较近的短班，像是巴基斯坦、埃及、塞浦路斯，还有一个巨长的广州班，那个真的是超级长的一整天。所以在这个特殊情况下工作呢，公司也是给了我们足够的防护措施，像是一定要戴的这个口罩啊，还有这个样子的护目镜。其实说护目镜也是就是一片塑料吧，不过戴上去有被客人夸奖说还蛮好看的，然后再加上这个防护服，大概是长这样子。因为现在很多国家对于旅行都有限制嘛，所以我们现在航班也就恢复了80几个，本来是有150几个目的地的啦。而且很多本来应该有 layover 的地方我们就不做停留了，就当天来回，像是广州就是这样子。但总的来说我们现在飞行的时间还是远远比不上付费之前的那么多啦，现在算是能飞一班算一班，赚一班钱也是好的。像是马尼拉这个点几天前还是一个当天往返的一个班，虽然它飞过来要8个小时多，快9个小时，所以我还是蛮开心今天有一个 layover 的，虽然是短了一点。其实我们这个也算是自我隔离的一个状态啦，我们其实是不可以离开这个酒店房间的，所以在这10几个小时内我就是没有特殊情况一步都不可以离开这个房间，然后直到我们就是时间到了为止，然后我们去下面集合，然后再回去迪拜。所以他这里说就是不可以有任何的访客。我们今天有个菲律宾同事啊，我就问他，哎，你是不是马尼拉人啊？他说对啊，他家就在这里，离这个酒店开车不到15分钟的距离的地方。可是他就不能回家，然后也不可以见到他家人，觉得好可惜。他也是从年初到现在都没有机会回来过。好了，我现在要赶快先去洗漱休息了，明天起来再跟你们聊。哈喽，早上好，现在是已经是隔天的下午1点半了。我刚起床洗个澡，然后叫了一个room service， 好大一盘啊，给你们看一下有什么东西。
这个是一个菲律宾的 pork sisig， 就是里面是猪肉做成的 taco。然后我还点了一个鸡汤，我刚刚还愣了一下，我想这几片是什么东西。然后我看到边上有一个这么大一壶，它应该就是把那个汤都倒在里面。另外还有一个混合莓果的一个奶昔，不是奶昔，冰沙 smoothie 啦。看到这个保鲜膜了吗？它们都是盖起来的。刚去拿餐的时候，这个送餐的人他就在门口敲门，然后我出去，果然就是他把那个餐就放在门口的椅子上。可是他没有像就是传说中的其他国家酒店，就是他一敲门就会逃走的那种，他还在门口逗留，直到我出去拿餐的时候，然后他还跟我打了声招呼，但就是没有站在门口来，就是远远的这样看着我。在我出去拿餐的时候迟了一点点，然后他又敲了一次门，我就说哦，他没走。就是在家待了那么久以来，其中一样最怀念的就是在酒店吃 room service 了吧，就不用自己做饭，不用洗碗，还有人送到门口。我之前买了一个三脚架丢了，所以我现在只能把这个相机垫在我的两个枕头上，这样拍，就希望它等一下不要掉下来。它里面主要是碎的猪肉，还有一些脆脆的不知道什么东西，近看是这个样子。因为这是我第二次来菲律宾了，第一次是去西部，就是宿务，在那里有吃过一次菲律宾菜而已，就说，然后当时觉得还蛮好吃的。这个有一点点咸，有一点点油，有点不好掌控，它老是掉下来。它边上给了这个青柠，往里挤了，刚刚挤一下。哎，你不要看这个青柠很小哎，但是它还蛮会出水的，而且很好挤，不像有的那些青柠，它其实不是青柠吧，它是 lime， 莱姆吗？就是很难挤，这个皮很薄，倒是很好挤。果然挤上了这个莱姆的味道比较清爽一点，没有之前的那么牛。你们会不会觉得我这个头发有点奇怪？因为其实我上次剪头发是去年十一月份的事情了，现在已经九月底了。可是因为现在都没有办法回家，我又不想要在迪拜剪头发，所以就一直没有剪。然后直到前两个星期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因为它已经长到腰下了，已经不是长发及腰了，已经到了屁股上面的这个位置，然后我实在受不了，就自己拿起一把剪刀就剪了一下。因为自己剪真的不是很容易，所以很没有办法把那个层次打出来，然后我也怕剪坏，然后就这样修，平着这样修到这个程度。觉得，哎，反正也就凑合吧。我现在还蛮羡慕在国内大家可以出去游山玩水，就是每次打开朋友圈都是看到有朋友在外面玩啊，什么西藏啊、重庆啊、厦门啊，就是内蒙古到处。我差不多吃饱了，这一锅汤，这一壶汤真的是喝也喝不完，喝也喝不完。现在是下午的2点半，我的 wake up call 就是。叫醒时间是3点半，也就是说我还有一个小时，我决定先去休息一下，因为其实都还没有睡醒，昨天2点钟才睡的。今天回去也是差不多8个多小时，9小时不到，乘客也不多，昨天来的时候才2个人，我在商务舱嘛，所以一路都其实还蛮轻松的，只是时间很长而已。今天回去有10个人，应该也是没有什么问题。 A few moments later， 刚刚 wake up call 已经响过了，所以我现在还有大概50分钟的时间，45分钟的时间准备化妆、换衣服、整理行李，然后就要下去了。我刚
只是已经稍微打了一个底，而且现在就戴着口罩，戴着眼罩，戴着就那么多东西，其实化妆这一步真的可以省下很多时间，就随便稍微画一下眼睛这一部分就好了，其他你就是画脸看不见都遮起来了，而且遮的我很讨厌遮着整个那个口罩上面都是粉，觉得很恶心，就稍微盖一盖就好了。现在这个酒店我昨天就这个酒店我睡下来感觉还蛮好的，就是这个床也蛮舒服，不会太硬，然后也不会软到你觉得就是要塌下去，可是这次停留的时间太短了。然后它这里的插座都是那种万国插头，你就不用自己再备插头，我觉得这个是平凉挺，其实就是很多你去欧洲美国一定是就基本上是不会有可能是万国插座，你一定要自己备那个转换器才行。而且它这里有电视下面有一个音箱，然后床边也有一个音箱，如果你爱音乐的话就可以放很多音乐嗨起来。可是这次时间就真的太短了，根本没有时间享受这个酒店里面的设施。昨天还听有同事说他上次去年来的时候在这里待了三天，然后我想在这里待三天不会很无聊吗？他说没有，他是摩洛哥人，他说他来就像度了一个小假一样啊，每天去做按摩啊，去吃好吃的，出门逛啊，然后休息，觉得还蛮舒服的。哦，这酒店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他没有，我在房间里面找不到纸巾，我不知道是他全都收起来了还是说他忘记放了，我也没有打电话去问了，我想就算了，本来自己身边有一点嘛，我就用我自己的。我是一个化妆都很简单的人，所以我不敢说出一个什么所谓的化妆教程告诉你我这上班的妆很花，我真的是很随便很随便，就稍微涂的像样一点就去上班了。我之前拿到过一次这个班，但是被我当时换成了伦敦，因为就是那个时候我的男朋友在伦敦嘛，我就想马尼拉好像也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就是 why not。 而且我记得当时我是跟他说哇我要飞马尼拉什么什么，他就一直以为我是飞马尼拉，结果我到了那边就是给了他一个惊喜，还蛮有意思的。好怀念啊，以前就是真的想飞哪里飞哪里，就算换不到班就是休息天去想去什么地方玩都可以，现在真的是哪里都去不到，家也不能回，然后男朋友也见不到，都是已经半年多没有见到了，而且也不知道今年能不能回家，今年能不能见到男朋友。虽然说迪拜这里的规定它其实是七月份嘛就开始给游客开放了，其实不管是什么国家的游客是都可以来迪拜的，只要你符合规定然后有做那个核酸检测就好了嘛。所以任何游客进来迪拜就是直到如果你是有要求落地还要再做一次检测的话，直到你检测的结果出来为止，也就是说可能最多两三天吧，你需要隔离，除此之外都是不需要隔离的。另外前两天我看到阿布扎比那边他们其实是有开始实施一个新规，就是不管是谁什么国家进来都要就是自行隔离14天，我不知道落实的怎么样，但是好像那边的规定一直比迪拜这里的严格一点。真的是好想出去玩啊，前一阵子我的一个朋友啊也是我同事，他跟他们两个人呢就刚好一起年假，然后因为也回不了家嘛，然后他们就去了希腊玩。希腊那里呢是不用隔离的，也就是说从迪拜过去只要你持有那个核酸检测报告是那个阴性的你就可以进入希腊。然后他们呢去希腊也不要签证，
就我只能眼巴巴的看着他们爽爽去希腊玩。而且现在去哪里都是淡季嘛，不管是住的啊还是机票啊都是很便宜的。所以我还看到有人去埃及，然后埃及那些什么卢克索神庙金字塔根本人都没有，超级爽，想怎么拍怎么拍。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是出去旅游的话还是要小心一点，毕竟这个疫情还是在嘛，虽然很多地方放宽了限制，但是自己能做到小心一点还是多注意一下啊，勤洗手啊，保持不要跟人靠得太近，随身带的那些消毒液自己注意一下就好。我觉得我这个作为唯一露出来的眼睛的这个部分还是稍微画重一点眼线会显得比较有精神，不然就真的什么都看不见。好啦，我现在已经换完衣服，整理好行李，再等一下就要准备下去了。其实真的挺不好意思的，隔了好像已经快一年了，我才再一次的上传视频给大家分享我的生活跟我的工作。那因为这一年，特别是从三月份开始疫情以来，就是我们大家都经历了很多困难的时期。应该说现在就是整个全世界航空业最困难的时间，我们也有很多同事离开了我们。其实这半年多都没有怎么工作，一直在家里，我也不知道要拍什么东西比较有意思的话题，而且整天在家里我都是蓬头垢面，就觉得不是很好意思拍东西。但现在航线逐渐的恢复，那也想多分享一下，就是疫情到现在这阶段跟之后的发展下去的我的工作跟生活会发生些什么样的变化。这里先小小的剧透一下，如果你看到这里还没有走开的话，我今天晚上到迪拜，然后明天早上会去一个朋友家，他辞职了，明天是他最后一天在迪拜，后天他就要坐飞机回家了，所以我会去找他跟他聊一聊，就是想了解一下他从加入我们公司到现在辞职的这样一个心路历程的变化，然后请他分享一下他的经验，我想也是给他的离职的一个纪念吧。那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希望你们能持续关注我，下次再见啦，拜拜。